山圣地的入口处。一个人150，一个人150，美山圣地的门票。要过这个桥。Hello， 美山圣地。凉哦。搭上了这个电动车，这个美山圣地的门票是150，电动车是免费的。怎么晃？园区内的接驳车也很多，我们刚刚这样来回会车，应该最少十几部有。这个美山圣地里面的那个卖咖啡饮料的小店，咖啡一杯大概都30-35块左右，不贵。好喝的椰子咖啡50，我们当然是买椰子。椰子，新鲜的椰子一颗40。他们都不理我。从这边就开始正式进入那个园区里面。戴斗笠，穿奥带。他们很爱按喇叭。挂在路边这个牌子不错，欢迎来到这个森林，不要带走任何东西，可以带走照片，不要留下任何东西，可以留下足迹，不要kill， 不要杀掉，杀掉不太好，就是任何东西，但是可以杀时间，就是可以在这里多停留一些时间。哦，他有把它稍微复原了，本来被炸坏了，所以复原成现在这个样貌。这边它本来就都是一些印度教的寺庙。你看，这边应该就是被摧毁之后陆续再重建起来的，感觉它的砖头就比较新，颜色比较鲜艳一点，不像刚刚那边都已经砖头都黑黑脏脏，然后长满青苔。原貌，原貌应该就是这样，然后慢慢的重建。这里还有一区，第三区。刚刚第一区比较原始原貌的，第二区是那个重建的一群古迹群。这个第三区要爬一个小阶梯上来，这个是第三区。美山圣地之后，大概坐了将近一小时的车子，来到了迦南岛。迦南岛来这里先吃一下午餐，等一下去坐椰子船。就是这个不是河的，就是靠近海边的。靠近海边，所以这算海，内海。哎，内海的。哦，这不是河。哦，那个鱼。船夫很自嗨，自己在那边摇桨。哎，我们两个可以。我想摇，我想摇。对，可以的，坐一船。摇很大力吗？然后
它这个餐厅，餐厅走过来就直接这个渡船口就是同一间那个船夫经营的，所以你在这里吃饭就顺便坐他的椰子船这样。登船登船。等一下帮别的船的人互拍哦，嘿。走了。韩国人还要喊口号哎！换我们登船了！耶，我们登船了，拜拜！哦，这个阿嬷有年纪了，很会讲台湾话。Jennifer。连杰、冰玉、刘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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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，哎，好多，好多烧哦。虽然下午了，还是很多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他们还会喊口号。渔夫都很厉害，会各国语言。哦，比赛哎！哎呦，好累啊！应该是我们划来的，我们吃太饱。哇，这一波的那个客人就都有穿澳带，这一群。哇哦，是厉害！摇起来！摇起来，恩化！不会很晃，对不对？不会，就是慢慢的啊，嘿啊。看你们谁先钓到。好，连杰，看你们谁先钓到哦。好，OK。比赛，回来了，玩一圈回来了。我们今天入住。这间 Golden Holiday 是我们在惠安入住的饭店，在双床的房型，然后一样有一个衣橱、卫浴，这次是干湿分离，确定。卫浴、洗手台，房间有一个古色古香的这个梳妆镜、梳妆台，很漂亮。液晶电视，通常电视我们从来不会打开。阳台，这是有阳台的哦。哎，我们隔壁没有室友，不然就可以 say hello。隔壁不是我们的人。我们在岘港入住的多了一个阳台，这样子不错。一个晚上1300台币，一个人650，含早餐。有游泳池，有阳台，看看明天的早餐如何，再给他评分。要从饭店出发，坐这个嘟嘟，他们说嘟嘟，嘟嘟，要坐去惠安古镇，一个人一万就是13块台币。看到了吗？很多的。
灯笼就是惠安的特色。这儿就是惠安古城。这个秋盆河放水灯，一艘船150元两个人。我们等一下来放水灯。这个惠安古镇的放水灯的船好美哦，非常悠闲的古镇，但是人很多，街边很多的 pub 夜店酒店，它是下午白天会是餐厅茶店，晚上它就变成 pub 夜店的形式。排队排队，这个韩国团排队，点人数很大团哦。漂亮的惠安古镇的晚上，这间惠安咖啡也很美。哇，他们都带兔子灯。哎呦，我的兔子灯，好可爱哦。我有一个耶，真的哦。元宵去看灯会还有带，好可爱哦。怎么那么可爱？我也好想要带兔子灯。看一下这个秋盆河的那个船啊，好美哦，好美哦。哇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这里是惠安的月供咖啡，它就在秋盆河的河边。我们现在先去喝咖啡，先喝咖啡，因为人太多了，等着放水灯的人太多了，说要排队，对不对？要排队，所以我们先喝一下咖啡，等一下再去放下一梯的放水灯，才不用排队排那么久。供咖啡，月供咖啡的里面，它有卖一些产品，卖衣服，卖袋子，连那个外套、背心都有卖。这个放水灯的秋盆河，惠安秋盆河，在这个桥的两边。都有那个船可以租这个船，然后买水灯，都在这个桥的两边都可以。我们现在要坐船去放水灯了。原本我们的那个小林跟我们说，两个人一艘船是两人一艘150，他现在路上遇到一个揽客的越南小哥跟我们说，五个人一艘250。等一下，登船，他会有那个点火的给我们。小心轻放，让它顺水流走。耶，成功！许得很慎重，他许得很慎重的愿望，结果很简单，全家平安，平安很顺。灯放，小心。换我喽！我那么坐了那么远的飞机来到了越南，然后又从岘港拉车到了惠安，我要许一个很慎重的愿望。我要放水灯喽！心愿达成了，我要放水灯喽！成功，心愿达成了，大家都平安健康。耶，好！拿着水灯在许愿，很慎重哦。现在是碧玉在许愿哦。哇，十全十美啊！
不行，不行。好好的自己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要许一个很棒的愿望。成功，成功。成功，那我也要成功一下。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装饰好，排列好，然后拍照收费。他刚刚说多少钱啊？10块，10万块。10块，13块。Thank you.